大家好，我是金阳，今天咱带这个小狗王啊出去溜达溜达，顺便看看他对我的这个随行怎么样啊。刚买的这个红脖圈先给他戴上，看看瞬间那个颜值是不是上去了。走了，小狗王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咱出来光想找你爸呢。二牛就在外边晒太阳，拉黑在里边晒太阳。别找你哥了，别找你叔了，走。他找二牛，咱出去走。可以，这速度的就是比老粗快。比老粗快，比老粗的兴奋度更高一些。雷厉风行的是吧？啊、雷厉风行的，这家伙你看到外边一点都没有陌生的那个状态。嗯，走走，狗王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来！你看它有多粘主人吧？你看，太新鲜了，一出来之后咬这个咬那个，你看鼻子上全是土。沾点土吧。你别回头看了，咱走吧，走吧，快走，走。看路，看路，走，走，走。跑，你跑吧，你跑。走走走走。来，咱家关上门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插大门，别让走了。插上门吧，插上门吧，搁这玩吧。你看他倒不进屋，你看是吧？嗯。为啥你不进去呢？你看他，你要进他就进了啊！你看啊。你看吧，他就不进。他在门口徘徊，撒摸了一眼，嗯，又跑了，上去了，那小猫上去了，绳子给他解，他没上过身，这挠了一下，没挠着，我知道，就是我那一下呲呲，行了，三个全跑了，三个全跑了。小猫也跑了，小狗也跑了，连我都躲着它。狗呢？狗呢？跑了，这家伙。他一蹬，哎呀！嘿嘿，太，你看最后一个扣有点紧，这个扣稍微有点松。看啥？瞅啥？特别精神啊！昨天晚上的伤，今天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嗯，没红印儿了。发现个问题。他这个腿后边还有个口子呢，来来来，看，看，那么大口子，看没？怪不得老是看这鼓的，这腿上多大伤啊！这都是你兄弟啊，狼王给你打的，是不是？你看看，你看见啥了又？那啥没有？来来来，再转个圈，再转个圈，刚说上。小狗王把自己拴上了，嗯，昨天大老苏把自己拴上，今天你又学你兄弟呢是吧？也拴上自己，哎，哎，他会自己会解扣，开了，你看，呀，你太调皮了，走吧走吧，就待着一会儿。你看那边塑料布，你看你们，啥家？你看这桶，这家一放开啊，立马就开始变猴了。这还回去的时候应该就。很熟悉了，走走走走，不回家了，走走走，走，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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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不走，好啊，等着我呢，啊，快回来吧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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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是不走寻常路，你。
你往那边走，要不你下去。我不下去，走走走。走了走了，他去追那个行走的东西去了。走了。走走走走走。要不我下去。走了走了走了。走。哎呀。很高兴的。他长大之后，你得好好给他立个规矩，这家伙一点不听话出来。长大之后还立什么规矩啊？你这出门就得带牵绳。走啊！走了，哪儿都这么新鲜。不能看见那个会动的东西。上又上哪去？你看没？你看，哎，又上哪去？走吧，快点吧。哈哈，整了个狗吃屎。走吧走吧，快点，人家都是讨好人家去了。二牛每天都会在这晒太阳，兄弟们。哎呀哎呀，他在惹人家一通。把这小家伙带回去之后啊，真难整，真难整啊！在家里边，你看那个调皮劲，我拿这个绳子系上了，你看这上面咬的已经咬了，咬坏了都。回来的时候，你看一头扎到那坑里边，没狗了，找不着了。特别聪明，这小狗特别聪明，胆量还大。它出去的时候非常，就是那个新鲜感是非常大的。不管是去哪儿，然后人家看那个会动的东西，都去那个啥，都去咬一咬，看一看，检查检查。行了，让他俩轮流就这样往家带呗，是吧？行，这两天反正就是他走，他就在这待着啊。小狗王回去，这个大老头就在家里等着。对，一天一次。咦呀，你看这劲头，你咋不知道累呢？